据说，他可以被舍身赴死的真情所感化，复活星外之人。倘若复活之人愿受千年之痛，就会和舍身相救的爱成婚。无论你爱与不爱，我们在这儿，我即不葬，你的快递已经签收一份。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叫。 李大夏，从今往后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，我就没顺过。你别再耍我了，我真的快撑不住。我的事儿关你们家卵事儿啊！我这招我干嘛呀？别再挣扎，离淘汰只剩一步之遥。留到最后，鹿死谁手，尚在绿。娘娘恕罪。你想起来。 下午神域在哪里？温某上妖的路，丛林马面拿不到。那就放马过来吧。我就说，这故事有道理。我李大夏这辈子就没有做过什么壮志豪情的事儿，亏了孙一南，我可以试一试。这次让我来救你。举手，让我再救你。我能见到你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 这个1000年值了。这世界很酷。